太扯了，太扯了，各位。你知道我现在一直在起鸡皮疙瘩。好了，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开始连载中东十三国之旅，就继续从埃及的卢克索开始吧。来到卢克索，这个热气球之旅一定要试试看。凌晨三点就要从河轮出发，并从尼罗河的西岸起飞。上帝视角俯视千年前的神庙遗迹。再回首，恍然如梦啊！Remember, there are some balloons not take off yet, because after landing, the people they saw, oh, this one still fly longer flight. No, they take off late.说到这个，在埃及寄明信片。从八月寄到现在都还没有到，这个效率真让人不敢恭维啊！哎呀，好啦，那这就是我在游轮的最后一天，先要 check out 了。但其实我们觉得每次上下游轮都很好玩，因为它并排停嘛，所以我们都要穿过三艘不同的游轮。对，这个是最好玩的。那这部影片应该大家很熟悉那个尼罗河的游轮大概是怎么样了？一个晚上就是$75，你可以砍搞，我觉得大概60到80是 OK 的那个范围。你看，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要跟尼罗河游轮说拜拜啦。I get you a big bottle. Okay, thank you. Where are we going today?We're going to a temple called Dandara. Dandara. But don't forget that this is the only temple in Egypt. You can go inside the wall. Really? Underground and in the top of the roof. No way. Yeah. Oh my God, I'm so excited about that. So, yes, please. With open mind and open heart,、mm-hmm. the magic of Egypt waiting for you. Yes.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whole day of time.但是过去要2个多小时，他在往北，在那个 Quina 那边，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开过去吧。大部分的人来到埃及都会有一种感觉，神庙症候群。一开始看到很兴奋，怎么拍怎么美，但一路从尼罗河逆流而上，看到后来一定会审美疲劳，对吧？今天带大家去的 Dandara 神庙，很少有游客去，主要是因为交通不太方便，也因为这样。这里也是全埃及保存最完好的神庙，没有之一，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古埃及神庙的天花板啊！
好，那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已经来到 Dendara 这里了。我超兴奋的，因为你看哦，从这边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讲故事了。你一进来售票处，它其实票只要120块，埃镑。然后来到这里，这里是什么？这里是早期他们会把船只停泊在这边。那河道已经改变了嘛，大概离这边3公里左右。对，但是他们早期会把船停好在这边以后，再往前走到那个 Dendara 的神庙去，发现它其实算是在整个埃及难得保有它一个围墙，就是一个城墙的概念，就是好好的保护这整个神庙群。而且这神庙群它的历史其实很悠久，从旧王国时期，就是金字塔时期就有了，但是后来被毁掉，那一直到新王国时期才重建的。但里面其实还有什么？还有罗马帝国时期盖的一些建筑物。所以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文化冲击的时候。对，那来到这边呢，基本上是包场了。我们刚刚外面的开停车的时候只有2台车，所以大概不超过10个人来到这边。啊，所以啊，如果你来到埃及，来到卢克索，拜托包一台车，50块美金。对，船上的价格是50块美金就可以包一台车来到这边，绝对值回票价，相信我。早在西元前2330年的第六王朝 ，Dendara 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行政与宗教中心。这里主要供奉的是女神哈索尔，是爱神、美神、富裕之神、武道之神、音乐之神等等，形象则是有着牛角的美丽女子。Dendara 的哈索尔神庙建于托勒密的时代，属于法老后期的产物。好，那我们要从大厅开始喽。我跟你说，进去的画面呢，相较于其他卢克索神庙或是 Karnak 神庙呢，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信我，因为里面的颜色保存得更完好，而且更辉煌，而且重点是没有人。我们 check it out。这里先让大家好好的赞叹，好好的享受一下外多助厅。等等，再来介绍一下。24根巨大的石柱，其实是由罗马皇帝提比略于西元1世纪修建。每根石柱雕刻精美不说，最前面的6根石柱，每个面都刻有女神哈索尔的头像。但很可惜的是，之后被基督徒所毁掉。墙上刻画的提比略皇帝和他的罗马继任者向埃及众神献祭的场景，基本上你在埃及的各个神庙墙上看到的都会是类似的场景，是一种传统的延伸。所以不管看几次哦，这个我每走过这个回廊一次，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你看，有没有看到？直接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个蓝色实在太美了。但来到这边还有个重点要看，就是我身后那位女神，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我等一下用那个长焦拍一下，那个是天空之神努特 ，OK， 也叫月亮之神。那它的颜色哇，保留得非常好。也就因为比较少人来哦，我们人类的那个二氧化碳不会让这些壁画受到损害。但是我必须要说啊，你来到这边也会发现他们的脸基本上很多都不见了。为什么？这是也是跟罗马人有关系，禁止偶像崇拜。你们看到这边啊，基本上里面的有些有，但是呢，在外部的基本上都没了，甚至连上面的那个头像，大的头像也没有了。对，这就是啊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呢，天花板的颜色可能对他们来说太远，爬上去太高，所以他们就没有把它破坏掉。天花板的这位女神就是大名鼎鼎的天空之神努特，并呈现了昼夜轮回的景象。湛蓝的颜色涂料经过了千年也丝毫不逊色，
但你知道埃及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蓝色颜料的民族吗？早在西元前2200年，埃及人透过磨碎的石灰石和沙子，再加上含铜的矿物混合，并加热到摄氏800多度，也就是传说中的埃及蓝的由来。天花板还可以看得到黄道十二宫，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狮子座啦。我跟大家说哦，来到这边你的脖子会有点酸，因为颜色太漂亮。但是呢，我们从外多柱亭来到内多柱亭呢，又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凡人就是一般百姓，只能在外面庭院那边，这边是属于 royal family 的皇室成员的。但是在往里面走呢，来到内多柱亭跟那个圣所圣堂那边，就是属于法老跟祭司才能进去的地方。有没有发现这边风格完全不一样？这边有感觉有遭受到战乱的侵袭，有没有？就是全部都黑黑焦焦的。那其实这个黑黑焦焦的，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狄奥多西一世，历史课本大家应该都有提过，他把基督教侍奉为国教，然后呢禁止偶像崇拜，所以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不想爬那么高 ，OK， 觉得很麻烦，他们就直接在这边烤火，用那个烟熏法的概念，所以熏得黑黑焦焦的。但是这样也好了，因为其实这个烟熏其实很好清理。如果他是把它用斧头把它凿开的话，基本上就很难修复了。内多柱厅一样有着哈索尔石柱，但下方的空白漩涡花式，有一说是当时托勒密时代的晚期，政治相当不稳，法老更迭，石匠索性不刻上执政者的名字啦。圣堂，整个神庙最神圣的地方。以前这里有一尊哈索尔神像，每年的新年七月都会被请出来，让他坐船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前往艾夫神庙和他的丈夫鹰神赫鲁斯相会。这个就是埃及版的牛郎织女。那从那个内柱厅旁边，它其实是有些贡品室，就是如果当时的祭司或是 Royal Family 他们要奉祀贡品的话，就是会把它放来这边。但我这边是其实要给大家看的颜色，这个颜色看起来灰灰脏脏的，有没有？但是我们越往上面看，你们看到，颜色有点出来了，红红的、蓝色都有。但最有上面的话，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基本上赫鲁斯的头冠跟他的鸟喙基本上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换个角度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自己想象成祭司或者是法老，要来到最神圣的地方圣所了。穿越这个他们还在整修的部分，就是这里啦。这个空间呢，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还不如外面的那个多柱厅。但是在早期呢，这边绝对是最神圣的地方。从古王国时期，然后甚至在重建以后的新王国时期，都是这样子。OK。我跟你说，我要来带大家
地宫探险，不是说地宫探险，神庙探险。因为我们已知的所有在埃及的神庙呢，这个 Hathor 神庙有地下室，而且还有夹层。哇，我跟你说，等一下带大家进去以后，你在其他地方，在其他部影片，其他人的影片绝对看不到，因为这个是要靠关系才能进去的。对，我们就有没有看到那个楼梯？我们要直接下去了。This is an underground crypt. Yes. You will go down, watch your head, then you turn right, then left. Okay. When you go down. Wow, 这是唯一的一个埃及神庙，我们可以有地下室可以进去的。对，但是这个有点低，你基本上是这样爬的，你知道吗？哇，一进到底啊！Oh my god！ 太扯了，太扯了，各位。你知道我现在一直在起鸡皮疙瘩，这边就只有我，而且通常啊，你要付钱才能下来。但是因为我的那个导游卡利，他是这边的 Dendara 的人嘛，从小在那边长大，所以他对这边了若指掌。大家看到他，就是让他过，就不用付钱了。哎，我在这边发现一个一定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就是有没有听过什么叫丹达拉之灯？就是这个东西。OK， 你看它有点像那个投射灯，有没有蝙蝠侠那个投射灯？这就是所谓的丹达拉之灯。那到底什么是丹达拉之灯呢？我等一下查了 Wikipedia 再跟你说，因为其实我刚才找资料的时候，我还没有时间看，然后我们就下到了这里，所以就是现在还在起鸡皮疙瘩的状况。但是这个的话，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地下室，古埃及的意象就是冥府。但最酷的就是古埃及竟然也有电灯泡，这是古埃及圣器吉祥物所组成的生命起源图腾。其实哈索尔女神原本就是从莲花中诞生，象征着银河系的神蛇，而这根电线就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啦。有地下室就已经很厉害了，我跟你说，这里还有强中强哦。Okay. You ready? Yes. You go up, turn left. Okay. It's so small. No. Yeah. No. The entrance is small, but inside you stand right under your hand. Okay. I will try. And look at this on the left, Horus.Yes, Horus. With... 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我靠，这要怎么进去啊？我靠，这个要怎么进去啊？不行，我一定要把包包拿下来，要不然进不去。我操！我真的在秘境探险。好，我从那进来的。啊，这个密道呢，里面的味道很重，很重的那个阿摩尼亚味跟一个石灰的味道。
好，那我现在要再爬回去了。那个洞口大概只有45公分乘以45公分哦，嗯，所以真的是有点困难。好，那我们来。哇，你看就这么小，就这样卡住了。对，好，等一下我换个镜位哈。Good, amazing. 满身大汗，全身上面全湿透，衣服整件湿掉。那我跟你说，在这个夹层的部分呢，在整个 Dendara 的 Temple 里面有14个，那个里面也是。那其实我刚刚有问那个卡利说，这边到底是用来干嘛的？他说就是为了避难啊，或者是为了藏宝物啊，就跟欧洲的有些宫殿是一样道理。哎，想想。也正确啦，因为那么小，敌人应该是不会想要爬进去的，要不然满身大汗，搞得全身脏兮兮的干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类似算旋转楼梯的，一直慢慢的往上，然后呢，两旁都是精致的雕刻，所以来到这边就是真的慢慢的 enjoy， 好不好 ？VIP chapel。VIP chapel。Chapel, so place watch your head. We look over the chapel we just saw from down. Yes. Stars in the ceiling. 这是代表。星星，然后旁边一样是数不尽的雕刻。Up the stairway. Yes， 跟你讲还没完哦，还要继续往上哦，太好玩了这里，天加拉，不然会后悔，我跟你说。所以卢克索多待一天，就专程来这边就好了。哎，好，我们已经到了阳台的部分。